耶！我们去巧克力节吧。耶，我们走了。巧克力节，我们来啦！一年一度在佩鲁贾举办的意大利巧克力节是欧洲最大的巧克力节。在意大利人眼中，巧克力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。甘甜与一丝丝的苦交融，也许这就是幸福的味道。这个地方也太适合我了吧，是合你的巧克力。查理的巧克力工厂，好开心哦。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棉花糖蘸那巧克力，哇，巧克力火锅，你看，巧克力披萨。开幕式开始了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哇，开幕式。那他们一看就是穿得非常的隆重，我们三个呢，有点贪吃的感觉。有。哇 ，OK OK， 哇，这个纽扣，这是他们这届巧克力节的主题。太棒了，我赶上了最好时候。Thanks, ciao。你先吃，你拒绝不了我这个。这个尝尝这个纽扣，我这是爱心纽扣，我这是圆形，它没有纽扣。这个叫黑巧克力，它是拉锁。好吃的。耶！那我们静悄悄走吧。我们静悄悄地走过，走吧走吧，到了，就是这个主街这里。哇哇，人好多啊。这感觉就很厉害哎。那可以试吃吗？可以啊。Thank you. Thanks. 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它不苦。啊。这个打几分？满分十分。满分十分。六分吧。你知道我怎么想要那个打分吗？为什么？你记住这个是六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网上每一家里都帮我试一下。每一家里都帮我试一下。你给我打个打个分好吗？我不要。Excuse me. This gentleman. This gentleman wants to try. I don't want to try. No. 但是 Excuse me. This gentleman wants to try a bit. Yeah, do you have any sample? 周哥。叫。不要打。Excuse me, this gentleman wants to try the chocolate. Do you have any sample for this? 你知道我跟你说，我走完这一圈，我就退出演艺圈了。对。猜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那个广场吧。好，好吧。你看这里的大建筑又跟罗马不一样。哎，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广场叫11月4日广场。怎么是个日期呀？11月4日广场是佩鲁贾中心广场，从早到晚，佩鲁贾人最爱在广场上的马张雷喷泉边小憩，这里就是代表着佩鲁贾悠闲生活的地标。来吧，可以坐吗？可以。哎，八哥，小游，刚才这个巧克力节，人家在咱们的兜里放了三个安慕希。我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安排，我明明看到你刚放进去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我都忘记了。